Thank you.
叫做 If 啊，这是来自一个流行的乐团叫做 Brand， 就是一个外国流行团叫 Brand， 然后这首歌歌名叫 If， 然后如果大家有在初学吉他的话，应该有可能会弹到这首歌，然后很好听哦，但是它比较像是 for 吉他的歌，对，不像是就是一般的爵士乐会有出现的曲子，叫做 If， 那我们这次要把它改的稍微比较爵士一点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推销一下那个 Michael 的那个，他有一个新专辑，那如果大家喜欢他音乐的话，可以去询问一下，这边应该有对不对？哎 ，Also Brown， yeah， 他也有带他的新专辑，对，我有。对，然后我们的后进老师也有，其实台上呢其实都有发专辑，只是都卖不掉，哦不是、啊，啊，总之呢，对，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就是可以支持。那如果想要听串流，其实网络上都查到，但我们的名字 Michael Wang， 然后林后进，然后陈子章，其实都找得到。好，那。